一次，接翻嗰个俾你系喎。嚟，叫我妈。嚟，翻你房选票。请啊。嚟，不过几有票了啊。嚟，翻咧，其实房换到我边。其实房换到我边，先我企嘅。哎，阿爹，我喊乜叫？哦，喊乜企嘅？喊乜？我两尾就系迄个800公元无，唔免300，唔免200。我系800公元，你食一家你会调。先给钱的先聊，一包上面吃800公元100块了。来800公元一包，两尾吃包肉公元。我系公元一年做只个800，100了啊，100块。100块了啊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来，你去要拍那了啊，以后时光去要拍那去要掏钱个零元了啊。来，阿明，你喊乜先讲？喊乜？蛤蟆揢钱的手也揢一个，好，等我一下，听我讲的。这面还有果冻、葡萄、布丁、草莓，啥物拢有。这菜价是几偌济？80。唔免咯，你讲80、50，只要买一盘就好。10块啥物事也紧好啊吼，10块就好啊，10块就好。一个啊，好的。我等下去啊。来10块就好啊，10块就好。10块就好啊，10块，10块就好，10块就好。10块就好，10块就好，10块。他刚成到我。阿姨，你都赶时间，你都卖啊？你啥拢要食坚持？人的良心卖食坚持啊？讲你哦，阿边个有关呢？看来只坚持你都无哎，无赶时间你都卖就好啊！10块话无哎，姜饼都免讲价钱，甲你压一下咯。10块拢有哎啊！哎，甲炒了几个？四个。阿明，蛤蟆变包啊！咩啊？果冻啊，果冻啊，气节讲唔对。哎，10块上的蛤蟆，蛤蟆是谁的？蛤蟆谁的？谢，感谢。来，有要点菜，到底会当起来？套餐上面只1000块了，1000块，我来套餐也堪免你买啦，真是啦，套餐有够贵的贵啦，我袂甲你转啊。4000哦，够吗？这个大车，这个小车，好，我老搞，这大车呢，这袂我白讲的呢，嘿啊，套餐你去外口捧这有行情的，就不是讲咱后边甲你介绍，对不？这一只海参呐，差价免超过1000哦，两只就2000啊。来啊，我来讲嘛，拢这大车啊，这套餐这一只你差足侪档的，我讲真正傻傻的，套餐你食袂啊，你搁有物件通吃？1000落啊，1000块，这只搁送你，你买袂着啊，这只搁你啊，搭的啊，免搁收钱啊，无啊，再搁你啦，再搁你啦，1000块落啊，包过，我分4包来对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来，来。够高。3000就不会过，3000，你们多少人买啊？刚刚有人买了啦。好，没关系。你讲啊，你讲啊，套皮啊，我你还没来，现在没人买啊。阿明，你看这个保利的毛球，我见上水的这个美女。有啊，不用客气了。有啊，来，谢谢。来，800跟我拿钱的，100块哦，100块。来，谢谢啊。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，过来，你吃啥？谢谢。听各位点唱。好过来，来，阿家长，今天咱送用娃娃，哎，做你啥？车顶的玻璃弄车顶的，直接塞过来，规箱莫过来，我就等来，规箱莫过来有人啊，我就等来。来，你讲要食这个鸡腿无？鸡腿无？伊这是柠檬鸡腿哦，一人摕10斤重的哦，这一包10斤，300斤啊，我们这内底无骨头的哦，200上面食柠檬鸡腿200了啊，来200块够，上面食柠檬鸡腿200块了，200块了，来，还有一个箱子，来，行，哎，过来，哦，来。来，这样，要吃这样。大家人要吃这血管咯，拢无退兵哦，这种血管咯，这等于炒飞机迄个物质啦，啊，包括空鸡拢好吃。这海参呐，炒一包鱼啊，我两包炒500吼啦，一包鱼啊，我两包炒500啦。我来讲吼，三个人计搞，免500，免400，300有人要吃无？300块咯，300，再搁送你300，再搁你哦，再搁请你300。啊，你先给钱，我来讲，我是包个你，一包个你，好不好？全部三个人计200就好啊，来200块人要吃血管肉好不好？200块咯，200块，来谢谢，大家搞辛苦。来，有人要点啥吗？有人要点什么吗？鳗鱼。鳗鱼今麦无啊，马赛啊，伊鳗鱼我叫回啊无搞啊，所以伊马赛要杀来送回啦。好，来。伊个物件阿明，你寄去，有寄一包物件，你莫寄唔对哦。寄一包，鸡腿更两分啊，3分呢。大家人要食麻油鸡，即用我小料做好食，300内底用鸡腿肉，唔免300，唔免几啊个。即真正主要400几块，先加钱，先赢100落。来100块了，麻油鸡100块了，100块了。好食。来一包要食哦，100块麻油鸡，要两包。来一包够要食100块，头前就100落啊。来100块够要食麻油鸡无？100。喂，100块还有要吃吗？100块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吼，来谢谢，阿你甲收啊，来收起来。好啦，你要冒充。好啊 ，OK， 要来啊，来啊。有人要食咸猪肉无？唔免500，唔免400，300上面食，我会招牌哦。这条搁送你哦，这条搁请你哦，先给钱的，全部300吧，这条搁。
三百有啥物食无？咸猪肉，千里巷个菜拢好食，三百楼。来三百块，还要吃咸猪肉吗？三百楼，来你妈要过试食看卖，百五有啥物食无？一百五，百五好啊，要试食一百五，谢谢，爽。来，来，看有啥物食百几了来无？这百几啊，太好，这免太啊，吼，唔免三百，唔免让你家己要哦，两百啥物食？百几啊，两百块了，这拢太好啊，这免太啊，这两个烧盐炸，这来做好食啊。来两百块有人要吃百几来嘛？两百块。来三个人加搞买落啊，两百块落啊，来两百落啊，听好啊。先给钱的先赢，这种太好啊，这免太啊，用打针的落啊，等下。这个送你啊，多少钱啊？等下，你无要买，我送你那俗的啦。等下，安尼阁无够。我一只卖你几块钱啊？尔，我招最后一个人客用千的落啊，两百落，来两百块落，百几啊，真真的尔，无买无讲，两百块落啊，来谢谢，谢谢。来拍你啊，啥物好货啊？来，那是有啥物好喊的？来，来二啊，干么来？干比二啊！啊啊啊！这先来，这有事啊，这有事啊！来来，我先来画一个，这简单，足俗足好吃的哦，很便宜，很好吃哦。伊这是鲑骨哦，吼，鲑骨，这当用煎的做好吃啊，用煎的就好啊。这寡行啊一百偌济了，二啊五你莫看伊袂起哦。这骨啊肉上好吃，二啊五加二啊偌济？五百。唔免让你开五百，唔免让你开四百哦，吼。这也骨骨头的啦吼，我全部招三个人去搞买落啊，三百，二啊五拢免先加钱的先赢无，两百落来两百块，你搞买两百，一百搁送你哦，一百搁请你，一百搁来啊，安尼无够俗。你先加钱，我来讲，我这三包卖要搁送给你，搁送给你，一个人加四包等下，先加钱的等下，是歹听啊。我真正俗你，你买无只俗的，五包哩，全部三个人加落啊，两百落来两百块落啊，来鲑骨人要食两百，用煎的足香的吼，两百块落啊，两百块落鲑骨。弄过啊，都有，来谢谢，没关系，来感谢你，来，阿美丽风先生，来，你要买这哦，你好吃嘞，好吃嘞，有人要吃玉师傅鱼排无？这一包内底有十块哦，这种煎的就好吃，到骨子汉堡拢会重。这十块我免让你开三百，二啊五拢免啊，一瓶我卖一个人客就好啊，打煎就超好吃啊。你先加钱的先赢无？一百了，来一百块了，玉师傅一百，一百块了啊，来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了。来一百块，要吃玉师傅，刚刚做成功哦，方便、卫生又好吃，一百了，有啊吼，来谢谢。来，我给你介绍这块鱼，你叫人客看。这块你也给我买掉，若无好吃，你起来还我啦，哦，拿回来还我。这叫剑鳍鱼吧，剑鳍鱼肉。这一块给你切三公分外，三公分外，规块拢无刺，干来切一支龙棍尔。这当用煎的，用炊，用烘的，全部拢会弹。餐厅一块烘起来要到200，这四块烘起来要到800块。我来讲，我全部就四个人家肉 Q 搁带甜哦，全部四个，这拢无来啊。无啊。四个就好啊。这一包唔免800、500，我唔免300，你摸袂着哦。四个人加落啊，完全拢无是肉 Q 个甜，200落。来200块，煎鱼肉200块。这你甲煎看卖，把你学落。来200，有人要食咸鱼的无？200块落200块，200落好，拢有啊吼。来谢谢，来阿明你帮我收起。来阿成，你若收你就哪拖起来吼，看要拖啥拢好，都好啊，都好。都啊，无你客遐无？你迄边拢唔爱客个，吓，甲客遐边，甲客遐边，客遐边。虾啊，客虾啊，客高级袂起来，无紧啊，客虾啊起来嘛。虾啊，甲起个，我虾啊，今日第一天来诶，来食只虾啊，好无？到南边虾啊，白虾来了。这真久无卖啊，啊，讨人家讨甲我上，我叫50箱入来啊，吼，50箱啊，来。来恁看卖者，这虾啊水歹，咱唔免直接乌白讲，伊讲水啊，偌水都唔免我头家讲，用恁双蕊目睭来看，双蕊家来看落去吼，这水歹都唔免我讲啊，来，叫人家看，紧落去吼，啊，这只啊。一盒退冰就一公斤哦，一盒一公斤是一大斤哦，你来听好哦。这一盒50-60只哦，一公斤的虾哦，你来听好哦。来，听好啊。你先给钱的先啊，我卖恁这条价应该外口你也碰无啊啦吼。来，啊一盒买一盒嘛就好啊。这太侪人给你搞套啊啦吼。来，只要是行情啊，只要是600块左右啦。啊，我无可能卖600，卖你600你嘛袂搞买啦吼。那唔免，我恁大家欢喜。一个人先买一盒当个杀。我只有6个人客，一瓶3个人客，甲我买落啊！一公斤的虾啊，一大斤哦，你来听好哦吼！来，一瓶三个，一人买1块，1块卖讲行情600，我卖500块就算破的行情啊啦！一瓶三个，先客钱的先赢，我一盘我使得，你免考虑啊！300落啊，来300块了，白的300块，来300块，一公斤啊，咪一大斤哦，一大斤卖你300就上俗的，卖讲一公斤卖你300，一大斤卖你300就上俗的啦，卖讲一公斤300落，来300块白虾。
三百块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、哦，来谢谢。好，解决。来三百包过。可不可以抄下哦？抄下好，抄下等我一下哦。啊，钱拢甲人家下哦，好，来谢谢。来，我这个收起来一下哦。啊，这个收起来，好。啊，这个我甲锁起来。啊，明你帮我甲收起来哦。来，帮我收起来。啊，你那边来。来啊，抄下上面去。来，抄下要吃五百的，我五百块。五百的，好。来五百块。这草鞋是大只的哦，来来，恁看一下哦，白的草鞋就够有差。这草鞋是三七八的哦，吼，来想要吃的人可以五百了，要买偌济？一千五，来两个给你，唔免给你开一千啊，八百变五百了，好啊。这也搁送你来五百块了，好啊。最后一个五百，怎么吃？白的最，那个草鞋最后一个五百，怎么吃？五百块没有了，谢谢，感谢你哦，来来来，先这里收起哦，这细大地人我无啊，细地就免杀啊吼，来。啊，本来要吃啥？我今日等你画过，画作最高的。来，起起来，起起来，哎，想要啥？起起来，哎，起起来。来，到那边吃些。来，听好哦，听好哦。这是醉鸡腿哦，醉鸡腿哦，鸡腿哦吼，这鸡腿欠真久的啦吼。来，这切块的鸡腿，这都是用火烧，有火烧，这免煮啊哦，千万莫煮，有火烧就好啊。你想办法把这包用火烧的炒起啊。好、哦，来，这一个烧酒香啊，吼、哦，这一支鸡腿百五，两支三百，我来讲，我招两个人家搞买，好无？招三个人家搞买鸡腿，好无？这两支总计免三百几啊五，我来讲，我这支搁送你，好无？全部三个平时新客钱先赢两百就好啊，等下啊，你买两百，我这三支搁送你啊，来，全部三个人家醉鸡腿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上面写两百块，醉鸡腿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拢有啊，所有了吼、哦，来谢谢，阿明你包。